无语无语无语。就在上个星期一的下午，我本来想继续拍完那个进化生存生存系列的时候呢，结果我的 DC 呢就有人呢疯狂在那边 tap 我。我心想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人家在忙着呢，有什么事那么着急找我？然后呢我就去 DC 看看 tap 我那个人到底找我有什么事。当我看到他发来的消息后呢，我整个人被吓了一跳。对，我是被吓了一跳的。然后呢我就哇，我的频道被盗了。这OK， YouTube 对不起。好的，回到正题，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一直疯狂的在那边发消息给我，不管是在私信还是在那群组里面呢，都有一直发消息给我，一直 tag 我，那说呢我的频道被盗了。没错，我的频道被盗了，而且还在我的频道里发一些不知什么鬼的影片。对，那个骇客还在我的频道里面不知发那些啊什么一大堆啊，基本上好像有六部，对，有六部不知道是什么鬼影片来的，我是没有看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影片来的。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消息过后呢，我就赶快的去我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去看，我看我的账号还可以登录吗？非常幸运的是我的频道还是能登录的，对，还是能登录的。不过呢我一打开我的 YT 的后台呢，然后就看到有六部不是我上传的影片，对，还是英文字的，英文标题还是英文的一些英文影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我没有点进去看是什么影片。我迫不及待的赶快把这些影片删了，然后呢去我的 Google 账号里面把我的密码给改掉，对，我改掉了我的那个 Google 账号的密码，然后看看呢其他东西，其他设置啊，我的邮箱啊那些东西呢，我一些个人信息呢有没有被篡改过。然后呢我发现到呢基本上都是没有的，对，他没有篡改到我这些东西。此时虽然呢我的账号呢是没有问题了的，已经是 OK 了的，我已经改好这些东西了的，基本上啊他是那边的人是做不到什么东西了的。过后呢我的电脑就有点问题了，对，我就发现到我的电脑有点问题了，它时不时会弹出一些呢 CMD 的那种视窗，对，跳出那些 CMD 视窗，然后呢在半秒里面然后又消失了，又关闭了这样子。我就快点快点的把我的那个电脑给断网，对，我要快点断网，不知道呢它会不会呢指向呢加一个勒索病毒进来呢，或者是呢再次的把我的这个频道倒掉的话就 GG 了。对，真的我很怕底下呢他又来害我的电脑，然后呢再把我的频道给倒掉的话就完蛋了，所以呢我就赶快的断网，然后呢就快点的去重灌我的电脑。对，没错，我快点的去重灌我的电脑。讲真的啦，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了，对，我觉得有点恐怖这个事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小 YouTuber 也会遇到这种事情，哇靠，不知为什么嘞，我只是一个600多订阅的一个 YouTuber， 连盈利都还没开的一位小 YouTuber 罢了，为什么这些骇客也会找上我，好恐怖。真的和这些东西呢真的不管你是小频道还是大频道都会中招的，都会有几率中招，所以呢要好好的保护你的账号。我毕竟呢我也有做了双重认证的，他都可以盗到我的账号，非常的奇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盗到我的账号，有可能呢我不小心点到一些网上的广告了，有可能是这样。所以呢我就在我的浏览器里面呢安装了，现在我在我的浏览器里面呢安装了一个呢挡广告的东西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来的。我知道这个挡广告的东西也会把 YouTube 的广告给挡掉，因为毕竟同行嘛，我也知道YouTube 在 YouTube 赚钱是非常的困难的，可是我没办法，对，我没办法，我要保障我的电脑的安全，我要保障我的这个频道的安全，我没办法之下必须安装这种东西，所以呢真的是好可怕。那好的，这个呢就是我基本上的一个小小的分享了。其实呢哈，我是算幸运了的，因为呢这个应该有可能这个骇客是自己本人不是机器人操控的，所以呢他没有那么快的把我的那个频道给篡改掉，那些密码啊那些资料给篡改掉，所以呢我还有机会是把我的频道给救回来的。
那么呢，我是万幸的一个了，我是万幸，非常的万幸。最后呢，我想提醒呢那些呢小 YouTuber， 不管你是大 YouTuber 还是小 YouTuber 呢，都要记住保护好你的账号，真的别给害到。不管你是小频道好还是大频道的好，都有几率会中招的，那些骇客也有可能会盯上你的，所以呢要保护好。如果还没做双重认证的话呢，请做双重认证你的频道。那么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啦。那么呢，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了， See you next video， 拜拜。